南山这样的这个金秋会和各个出警车进灾破，最近上车不只想车没还有没了，兄弟们可以跑下路去再将是厉害的兵力再修多少探金，谢谢。我来讲话，你咧唱歌都袂臭铃带臭铃带哈。啊，你讲话的时阵啊，那臭铃带臭铃带，敢像袂长脸安尼吼？你敢看到白脸死神做安怎无？有啊，白笑白笑的。唔是，我知影白笑白笑，还是神做安尼个形容一下。白脸死就是白色的吼，啊，徛咧吼，两只脚拢直直，就是亲像顶啦，听啦。白脸死，两只脚就是亲像安尼直直，哦，这白露丝安尼就对吼，袂歹吼，你阿豆你形容得很棒。好了，我唔听。非常的感谢啦，感谢咱内面啊咧这条歌吼，本来我无感觉好听咧，啊你唱出来歌还不错，也歌未歹听咧，对不对吼？唱歌也有进步啦，你唱真出来唱是安尼啦，唱出来唱诶，颁奖颁奖颁奖，那个帅哥颁奖吼。谢谢。来哦，乐肩啊，搁有无？较早嘟嘟你知无？嘟嘟我知道。嘟嘟吼，伊较早出来时阵吼，嘛足红的嘛吼。迄个时阵伊粉丝原来足侪，迄坏粉丝应该拢无伫个啦，超少的呢。伊粉丝较早拢差不多较侪岁安尼吼。是。伊来出来时阵吼，我拢摕足侪颁奖吼。啊吼，我甲教安怎你敢知？我甲讲吼，你摕一个个乐肩箱吼，就是吼，是啊，是甲拍咧。啊拍到遮的时阵，就讲乌一空。伊若要甲你伊来颁奖的时候，你来阿去，因为伊今个尾两粒就足大粒的。阿去的时阵，哦，迄人客的时阵吼，是毋是讲吼，啊颁奖结果安尼看一下？无你以前吼，以前你捌听着讲吼，迄槟榔糖，迄槟榔西施一阵仔是毋是足出名的？是啊。槟榔西施的时阵吼，较早拢有安怎你敢知？买一百块槟榔送两粒。送两粒啥？你知无？送这两粒。嘿啊！槟榔西施，大家拢嘛穿足水的吼。啊，伊个红个胸坎嘛拢露足落来，足美个就对啦吼。足美个啊！即摆若摕槟榔去卖伊的时阵吼，有个是毋是吼来个只窗仔门打去？槟榔好哩，吼，人客拢嘛未记你接槟榔啦，咱目睭直直看，迄两粒就送两粒就对啦。安听有无？知吼。来啦！啊，即摆即个唱完了后，佫有二十分的时间是要人客唱 KTV。是啊。阿伯咪 DJ 老师有人写歌起来无？啊？无诶。无人写，无人写，请住一个甲叫起来唱啊！我啥物人写？先叫朱伟起来唱啊！朱伟咧，啊朱伟娘咧，朱伟娘来无？朱伟娘先叫伊写起来写一个安尼吼。啊无朱伟娘啊，无一挂好朋友诶，啊那阴暗那个单无来啊，小兰伊啊，我八点要来啊，无来咧吼。来，你继续唱。好，继续卖爱无计。爱无计，来共同欣赏。Yeah.
所以来。